我们毕业了。Hello, my name is Karim. I'm from 6U. I want to thank my teachers for staying for the past 6 years. Thank you for staying by my sid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the wrongdoings I did in the past. I hope you can forgive me. Thank you. And stay safe.Hello， 大家好，我名叫 Amos Wang， 你可以叫我王作贤。我今年要毕业了，我想要跟我朋友们说，谢谢你们陪伴着我。我也想要跟我的老师说，谢谢你们教我。如果没有老师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希望我可以我和朋友们可以上到里面吧，谢谢你们。大家。我叫阿斯拉，我来自夜游班，在这里我想要感谢所有的老师，我也要感谢全部的同学，这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再见，我希望我还可以见到你们。大家好，我是六星班的学生刘孝伟。在这2020年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我和我心爱的老师、同学们无法见面。我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我无法和心爱的同学们一起毕业，也无法和老师们一起度过我在学校的最后时光。我感觉学校很残忍，让我和我现在的朋友有了很好的感情后，让我们分离，我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有些朋友要去别的学校，不会留在跟我同样的学校了。我希望能跟你们再见面，不，再见。大家好，我是朱云轩，今年是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很遗憾，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有趣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也很少有机会和老师们、同学们见面。不过就算这样，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很感谢老师们的耐心教导，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也很感谢同学们的帮助。我相信不管明年我们会在什么学校学习，被分到什么班，我们的友谊永远不散，我们明年见。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在这里呢，我想说几句话。首先，我想对所有老师们说，谢谢你们一路来教了我许多许多。还有谢谢你们解决了我的许多大小事，你们辛苦了。最后呢，我想对我的朋友们说，谢谢你们一路来的陪伴，我们毕业了。我是来自六星班的胡文慈，今年12岁，在光和小学已有6年的求学生涯，转眼间就要离开了母校。在这里，我要谢谢老师们这6年来的教导与照顾。离开母校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老师们对我的期望。老师们辛苦了，我爱你们。嗨，我是文玉，在这里我想送给校长、老师们和同学们一句话，这是一位明星送给他妈妈的一句话。他对他妈妈说：“你可以不用做我妈妈，你可以做你自己。”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做自己。累了就休息，不开心就发泄一下吧，不用再抱怨，不用再怨，不用再怨。
听着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将你奔去，心心连在一起。可能以后不会再见面，也可能会再见面。不管怎样，我再多一起加油，再顶峰相见，成为彼此寂寞的人，成为老师的骄傲的学生。我真好想多给你一句道。我是丽文，我在这里，我想要感谢我的班主任，也就是我的英文老师宋老师。宋老师，虽然您没有从我们一年级就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但是您在我们小学最重要的两年里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我也要感谢宋老师在这两年传授给我们的知识和对我们的照顾。我也要感谢曾经教导过我们的所有老师，谢谢你们在这六年里面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我也要谢谢所有老师，谢谢你们在这六年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也谢谢老师们肯原谅我曾经犯过的错，谢谢你们。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高佳谦，今年12岁。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我们的老师们和我的吉娜老师、宋老师，他们辛辛苦苦教导我们，要给我们知识。还有，然后要感谢的是我的朋友们，他们我不会的东西，他们会教导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感谢你们。我是六七班的。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真实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还下雨，想得了怪病。而且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祝福。怎么还不清醒？我也要向同学们说，我们很遗憾的毕业了。我们不知不觉在某一个天不在光华小学了，所以我要向对大家说，老师们说你们辛苦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恒。各位老师们，谢谢你们一路来的教导和鼓励。我到达另一站学校时，我会变得更有才华，为母校争光。也希望老师们每天都过着快乐自在的生活。也要谢谢同学们的陪伴，让我觉得学校是个神仙乐土的地方。我希望每个老师身体健康和光华学校会越来越更好。还有我的朋友们，也祝你们学业进步，考到好成绩。希望我们还可以再遇见。再见了，各位老师和同学们。Hello everybody, I'm 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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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I'm here. I'm here. All the teachers who is teaching me everything is good.Last day, you know. Thank you, all my fellow friends, for helping me out, being my friends, staying there for me. So,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hard nowadays to make friends. So, I know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go into the next step of our life to be able to do.You know what I mean? Thank you every single teacher that's ever taught me from the first year to second year to third year to fourth year to fifth year to sixth year. All the knowledge is really useful.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my friends.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get me into trouble.End of the sixth year, I guess.
Mama is a feeling like proper. I said,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Saya Muhammad Hafiz Zikri ingin tetap terima kasih dan rasa bersyukur atas apa yang diberikan kepada kami. Bukan hanya mengajar, tapi juga berkata老师打我是有意思的，老师骂我是也有意思的。我很感谢我的老师，我也很感谢我的朋友，因为当我不会写的字时，我的朋友会教我。在班上，我的朋友每天都很搞笑的东西。谢谢您，我爱你老师。大家好，我是爱你。我不舍得离开这学校，但是毕业是人生中的其中一关，小学的生涯已经结束了，也总算是我自己过关了。然后我要跟全部老师说一声谢谢，如果有错事的话，请你们原谅。然后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我的心机，对你摆起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说毕业会让我们分开，可是放心吧，我们永远会在一起，因为他绝对不会打破我们的友谊。时间也当然会过去，可是我们的回忆永远会在这里面。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是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我先告别啦，拜。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欧卡拉，我是穷六七班的。我要跟全部老师们说，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教导我。辛苦了，然后我也要跟我的朋友们说，你们要继续努力，因为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生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相恋，面前再多真相。我是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re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一起来的教导和陪伴，让我在这所学校里面学会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也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老师在不同的时候，也会自己的讲解给我们听，让我们容易的聆听。大家好，我是来自六七班的薛子贤。在这里，我首先想要感谢的所有的老师，谢谢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在这里，想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日日夜夜都感到开心快乐。我也想。感谢我的同学们，谢谢你们陪伴了我这六年，我们是要起风起晚起尿起尿。我也想祝你们所有的期待都能出现，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所有的付出都能兑现。加油吧同学们，你们是最棒的。我的名字叫李谢，在这里，我要感谢这六年以来指导和学习的老师。另外，也要感谢一直以来陪伴着我的朋友，以后还是这样，
还是怎样，谁又知道，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有一点潦倒，只好不停地跳，拼命地跳，像一个小鸟。没想到这一年过得这么快，我们毕业了。感谢老师们，谢谢你们辛苦地教导我们。如果在这几年里有惹到老师生气，或让老师失望，我想说对不起，我会在那一方面多多改进。希望老师以后的学生能乖乖听老师的话，不惹老师生气。祝老师工作顺利，教书愉快。做一个秒针，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小学生活，让我的小学生活很精彩。希望到天涯海角，我只是秒针，随缘断了一只脚，只要有你，我就一直跳。各位老师们，谢谢你们这六年来对我的教导与帮助，你们的教诲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好更棒的人。我祝你们每天都能拥有阳光般的笑容和健康的身体。同学们，谢谢你们一路来的陪伴和照顾。我要祝你们学业进步，愿你们的每一年每一天都有着幸福和喜悦。我也希望以后的光华学校更好更棒，希望我们以后再见，后会有期，见不散，拜拜。无数话语都换不了你默默付出的恩情，大家好，我是盛念。各位老师们好，感谢你们辛辛苦苦教会我们很多知识，你们的鼓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希望老师能过着健健康康的生活和过着愉快的日子。我也要感谢所有同学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陪伴与支持。我要祝你们学业进步，以后能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人。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